抱，不会放你一个人。妈妈，以后还可以跟你玩躲猫猫吗？懂你啦，就你一直吵着说要一起出门。好好，都要上学了，用小心车子。好啦。拜拜，爸爸，拜拜。那个人怎么也走那么远呢？以前没有这样过。觉得是不是跟爸爸说你专业机构？爷爷，我带了扑克牌，等一下教你怎么玩。你也只会玩抽鬼牌而已啊，还想教人家？才不是这样。哦，好了，你们小声一点，不会吵到别人。我跟爷爷想要吃饼干。只有你想吃饼干，走了。嗯，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One day， 过得还好吗？日子过得很轻哦。我要好好照顾我自己，你不用担心我。笑什么？